经过三十年的磨练、铁杵磨成金箍棒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口中的金箍棒，就是台南市议员谢龙介二三日确定派他代表党内参选台南市长。我们台南市值得更好。谢龙介二十四日早上在脸书发文，吐露自己的心声：二十年来一路谨言慎行，约束自己，小心翼翼，等的就是这一天的到来。在获得提名头24小时，有恭贺，有提点，有建议，也有很多批评指教。莫急莫慌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他也提及许多有意投入今年大选的市议员参选人们，已经把他当成市长在监督，被攻击是承蒙大家看得起，自己一定不负众望，争取胜选。我们会写下民主轮替的一个历史。过去我都人，现在人都我，天经地义，理所当然。谢龙介对未来选战充满信心。